兄弟们，这把桃树升天是相当极限。小僵尸一起围攻我，真的跑都跑不掉。时间非常宝贵啊，趁他们支援过来，赶紧把八桶油全都加进去。最后这波还剩两桶油，注意我的位置。这房子里也是有油桶的，队友也全都挂了。我们先把小僵尸引到这位置，再从这缝隙跳下去，可以拖延一会儿丧尸支援过来的时间。你还是来晚了，就差最后一桶油，船还在天上，这肥仔还在顶船呢，赶紧下水，船是打翻的状态，点乘坐显示位置异常，潜到水里看能不能用头把船顶上去，而且仔细发现有个肥仔呆呆的，船都已经翻了，他还按技能，我们就在船旁边，他果然是按错了，赶紧乘坐啊！注意开船的状态居然还碾到一只小丧尸啊，这把能赢全靠对手衬托。